哦，那个蒜太花时间了。对，我知道你意思，可是那个蒜那个真的太花时间了。算过的哦，这个是算过，这没胡乱哦，这边有点危险哦。我个人建议是，好了，还是一期啊。需要补血啊。叫麒麟出来见见世面吧。使出你单身15年的手术，这么年轻，那你比我小哎、欸，很难得看到比我小的，对吧、啊？问我18，对吧、啊？因为算蛮年轻的，对。很多人对我的年纪一直都觉得感到一个疑惑，干，这千年老妖啊！手下进小火哈，不用直接炸掉。漂亮！有点危险哦。如果必要的话，开个右柱吧。我是觉得，对啊，有点小危险了、啊。不是减伤哎，不用担心，这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那么难解决哈、哦。他不是减伤哦，记得哦。我刚看上去没有叮那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是无视减伤，还是我刚没有下到无视、啊？无视减伤还是没消无损？哎呀，无视工资扣血58，负责50，被加扣血100%。哦，那跟无视减伤没关系，它是扣血100%。对，真的是没关系。它是第一下是50%，第二下是100%，所以那个没关系啊。对。快，有没有回答出来？没有人回答出来。像你自称爱德华库伦万年17岁，要比你大的，这个是趴树盾哈，这个我一样的打法，你先转个一 combo， 那边 CD 二再炸他，这样是最好的，懂吗？懂吗？这个只是一个诀窍，学起来而已。干，这不能叠住，很靠北。干，不就好搞在往 CD 二哎。那 CD 一的靠西，懂嘞？哦，有点危险哦，各位，有点危险哦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我建议开右柱。用灵胆干掉他哦，灵胆。因为他不能叠珠，所以我做了一个直接转的动作。干，这句话怎么听起来像在讲干话？啊，不然还要怎么转？用右柱的灵丸把它灌过去哦。铃铛，啾啾！哎，我没有开特效。
因为那边突击啊，所以我刚转补血的话，这样会比较安全。再一波哈、过来，甩猪是有甩到了，不过猪子没进去。哎呦，绝对更新哦！这队真的是蛮稳蛮好打的，说实在话，还记得吗？我说美好可以撑一个版本应该是没问题，之后他比较趋向于是功能卡的部分，人家倍率已经卡住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之后看是不是真的是卡住了。干嘛炸蛇夫特性啊？很简单啊，因为不炸的话，他会变成打酱油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变打酱油，我们不能让他有没有存在感啊，你懂吗？会让他有存在感吗？了解哈、哦。可以啊、哦，六西盾哦，这个，对啊，这开了是没屁用啊，它，魔汉机械完全没有用，所以我觉得开幽助好不好？对啊，我想要开个灵王看起来比较帅。我就要大灵王，我就要大的。二、三、四、六支牌的话是最稳的、啊。对对对对，感觉感觉怪怪。阿里五，阿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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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特懂。六支牌是最安全的、啊。铃铛 ，biu！ 一波 seven 啊，各位观众，过来，过来。一波 seven 啊，刷过去啊，刷到他捏捏看不到你们在干什么啊！看到吗？这个叫做切猪啊，切猪啊，切猪要切成这样啊，知道吗？了解啊、哦，一波 seven 啊。做力力消，什么力力消？哦，好强哦！不要让他，我就不要让他，等下死掉。哦，现在我们在展示做切猪的动作，有没有？像这个的话，赶来不及，接单应该剩一滴血才对，你知道吗？等到五十，我可以随便他打了。不一定我觉得有机会，对吧、啊？哦喽喽！很爽的 KO， 对，还蛮简单的，对对对。